民数记第二十七章一节，属约瑟的子玛拿西的达族，有玛拿西的元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基弗的子西勒非合的查某子，名叫玛拉、拿阿、哈拉、米加、德萨，因进前来徛伫会幕门口，伫摩西甲祭司伊利亚撒以及众首领甲全会众的面前讲：阮的老爸死伫旷野，伊无甲可拉同党组织攻击耶和华，是伫家己的罪中死的，伊也无惊。四节，为什么？因为阮的老爸无惊，就将伊的命对伊的族中除去呢？求恁伫阮的老爸的兄弟中分予阮产业。对安尼，摩西就将因的案件摆列伫耶和华的面前。六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讲：西勒非合的查某囝所讲的有理，你的确就伫因的老爸的兄弟中，将地分予因作业，就将因的老爸的产业归予因。你也得吩咐以色列人讲：人若死无囝，就得将伊的产业归予伊的查某囝。九节，伊若无查某囝，就得将伊的产业予伊的兄弟；伊若无兄弟，就得将伊的产业予伊的老爸的兄弟；伊的老爸若无兄弟，就得将伊的产业予伊的族中至亲的。伊就要得到作业，这要做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十二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讲：你上这个阿巴林的山，看我所赐予以色列人的地，看了以后，你也要归到你的祖下，亲像你的兄哥阿伦一样，因为恁伫神的旷野，当会众祭告的事违背了我的命令，无伫呛出水的所在，会众的面前准我作圣。这个水就是神的旷野加地书米利巴的水。十五节，摩西对耶和华讲：愿耶和华万人的灵的神设立一个来治理会众，通伫因的面前出入，也通带因，免得耶和华的会众亲像无牧者的羊群一般。耶和华对摩西讲：论的囝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，你将伊带来，换手伫伊的头壳顶，予伊徛伫祭司伊利亚撒甲全会众的面前，吩咐伊，佮将你的尊严予伊归分，予以色列全会众拢听从伊。二十，伊就徛伫祭司伊利亚撒的面前，伊利亚撒就照乌灵的判断，伫耶和华面前为伊求问。伊甲以色列全会众拢得照伊利亚撒的命令出入。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将约书亚带来，予伊徛伫祭司伊利亚撒甲全会众的面前，换手伫伊的头壳顶，吩咐伊，是照耶和华托摩西所讲的话。